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瓜良哥和胖哥的迷你世界大冒险正在继续。上期视频我们真的是收获非常满啊，朋友们，挖了很多东西啊，非常 nice。那么这期视频我们就准备再跟他挖那么一点，就返回了啊，就返回了。啊、我已经回去了，天哪，上面。不是，你这么快就回去了吗，胖哥？啊，对。因为我这个锄头，我这里还有好的矿，你都不要了。我这个锄头不太好，挖不了什么东西。我到时候给你做一把铁锹啊，什么都可以挖，就是我现在用的。这怎么上不去了？我的天！我们把这个地上都跟它填起来啊，朋友们，要不然一不小心就掉进去了，得不偿失。我怎么回不去了？填一下啊，填一下。而且装备，我们这上面的材料不能掉到熔岩里去啊。看这么丰富，这么多煤，我们可以冶炼很多金属啊，朋友们，这个燃烧材料非常好用。 OK OK， 我要上去了啊，朋友们，收获已经满，这是我们大的楼梯啊。哎，这里还有个铜矿，这里好多矿，五颜六色的，五颜六色好啊。哎呦，好多怪啊，我的天，好久我走过来了，来，我们返回啊！我得撤了，我得撤了。现在瓜牛哥非常迅速啊，回家。我走。这楼梯虽然没搭好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回家的啊。哎，这不就回来了吗？哎，有点方向。这个楼梯。哎，怎么了？跳这个方块。不是的，这是。这上来不是直通上去了吗？这，你是不是改？我没改，没改怎么变成这种样子了呀？为什么跳不上去？这从这跳，这不对着呢？还和以前一样。哇，很奇怪的一个路线啊！胖哥，你赶紧再吃点东西啊，把血回上来呀！哎，鼓起来！哎，吃了，这才行呢，这才行呢，朋友们，我们回家了，这一波。非常丰富啊！哎，这太嚣张了吧？什么东西？他在我们家基地顶上睡觉，在我们基地上睡觉，哼！胖哥要扑了啊，朋友们，胖哥要扑了！你走远点，我要复活了，我要把东西捡了。哎，他躺在这里躺得非常好啊！我走了，我走了，你去捡吧。我们现在铜炉子有了。我们再要做一个铁炉子，我看一下，铁炉子需要些什么材料做啊？这个是铁炉子，铁炉子需要六个铁锭。那么我们刚才应该挖了很多铁锭啊，我来看一下，这个就是铁矿啊，朋友们，全部丢进去炼啊，熔炼。来，看见没？这煤矿就有用了啊。这烧得多么快，朋友们，对不对？很 nice 啊，很 nice， 马上我们就有铁的了啊，胖哥。哎，我在做，这是铜块。铜块你也可以炼。啊，我在炼。你的这个石炉子呢？我没做。可以用你的，没事，不干扰。好的，我来看一下啊，我们现在这里已经做了三个了，我们再等一下啊，马上就可以有了。这个材料不要啊，丢掉，这个小石头没什么用。这个蘑菇食用后好像会坏肚子，哇，这东西不行，丢掉啊。我要捡了个蘑菇，这丢掉啊，有毒，朋友们，这有毒，这个蘑菇。哎，我的武器怎么能丢呢？看一下啊。这个不要，丢远一点。低温，它这个还有温度吗？你要烧啊！你点了火没？哦，你点了。点了。把不要的材料我们先丢在这个橱柜里啊。让它去烧。这肘子我们可以烧了吃。红材料不要啊，暂时不要。这附魔石暂时也用不到啊，朋友们，因为现在还不会用啊。哇，好多附魔石啊！这什么尖
锐的石头。棉花。这个没什么用了啊，朋友们，丢掉吧。不要了啊。好的，这里我们先拿肘子出来啊，烤一点肘子吃。肘子好像不能烤，胖哥。奇怪的肘子，小心拉肚子。哎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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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坏了吗？不是坏了，它是会拉肚子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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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真的是好烦呐，丢都丢不掉是吧？丢掉。我看看能做什么东西。我们这里拉一个牛排啊，烤个肉啊，火把跟它搂起。烤起啊，先跟它烤起。好的，我这里的已经炼制完毕啊，炼制完毕，全取出来。现在我们拿起我们的铜制创造锤，反剑一波。我们现在铁炉子就有了，这个任务就完成了。Nice。我来看一下啊，我们的铁炉子，做点火把。铁炉子有了，胖哥。现在我们冶炼就快了啊，速度。我们先把铜全部都跟它炼了啊。材料我们取出来啊，这个煤矿材料我们取出来。它需要三层材料我们才能烧它。那我们把它分散一下，怎么分？反键。哦，反键就可以分了啊，再反键。三层材料超高效，我们炼制铁钉。三层吗？哦，我知道这个铁炉子的好处了，胖哥。它是一块铜可以炼三个黄铜。没有吧，这效率这么高吗？是的，你那个你在那个石炉子里一个只能换一个，而这铁炉子可以一个换三个，我天哪。哎，我这外面也可以挖到铜矿。哇，合金矿，胖哥。以后就用这铁炉子了啊，我马上要做钛合金镐。哇，这镐子就无敌了啊，这铜镐子不要了，钛合金镐，你可懂，胖哥。这小武器不要了，浪费我的背包。哎，怎么又都捡起来了呢？有没有粉丝告诉我一个好方法，丢下去不要的东西就是不要了，不要再捡起来了。丢在基地外面，丢远一点嘛。那这个方法我是知道的哈，我要更好的方法，一件丢弃。哇，发财！火把，发财，全部供我练。我看一下啊，这个钛合金镐子怎么做？能直接做吗？不能直接做，应该是要铜矿。短剑近战伤害。加30，哇，这个武器好。胖哥想不想来一把？来一把，跟你来一把好不好？我们来搞两把啊。材料是，材料插一个铁钉呢，插个铁钉。胖哥，你那里有铁钉吗？铁钉好像没有，没了吗？那可不行，那我只能自己享用了。铁锭，哎呀，我只有小煤块和铜合金。那我只能自己享用了，这不能怪我了。用吧，我看看你的炉子呢。看一下我的装备，胖哥。帅不帅？这么多、啊。帅不帅？我看。朋友们。又拿了一个新武器了啊！铁剑一下30的攻击力，非常 nice 啊！我只能默默的咽咽口水了。好的，钛合金镐怎么做？我来看一下啊，朋友们，这个应该做不了吧？是不是要先做个锤子呀？先做个铁锤是吧？十字锤是没有用的了啊，应该做这个。铁锤才行，不行啊，胖哥，我们现在缺少铁矿，嗨，这就很难受了啊。要去挖一波吗？
那是必须得挖，挖之前我们要准备好我们的装备啊，准备好了装备再下去。那这个石锤子也没用了呀，朋友们，我有更好的锤子，那这个石锤子就没用了啊。星战能源材料钛合金，哇，可以可以，朋友们，这一波没毛病，非常爽。不要的材料丢进去啊！做，还是做一个狗。武器也有了，镐子、铁镐、铁铲，可以啊。走下。我们现在就差装备，装备啊。问题是这个装备，我们也需要铁矿才行。下面没事，下面怪手。然后把肉跟他取了，烤牛排跟他取了，直接取吧。好吧，那么这一期视频我们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支持瓜牛哥，帮瓜牛哥和胖哥多多点赞哦。下期视频我们要挖多多的铁矿，制作更好的装备和材料，然后去更厉害的地方探险。拜拜。